那你在这个拔河的时候，你学习到什么？人多力量就大，人少力量就少。如果你每天动一毛钱，然后很多一百个人动一毛钱，就是等于很多个一毛钱。你们那一组拿到的是什么近视眼呀？对父母感恩的孩子最有福。你怎样孝顺父母？帮妈妈煮菜，还有帮妈妈照顾妹妹，因为妈妈很辛苦，因为她有很多家务要做。那你在家里有帮爸爸妈妈做家务吗？有，就洗碗，有时候抹地，有时候妈妈地。我有体会到阿妈下午洗衣服的辛苦。那你们去跟阿妈讲什么？我跟阿妈说感恩。身口意念，日行三好，三年人文教育，快乐熏陶。透过公战式的游戏，让他们去体会，希望他们去到小学的时候，可以把他们所学的来去带动他们的同学，让他们的同学可以跟他一起做得这么好。每天晚上我祈祷我会动两毛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样我就可以救苦难人。你有吃素啊？有。为什么成天要吃素？因为可以保护小动物。新山慈济幼儿园六岁班即将毕业，爱为磐石，生活好品德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马来西亚报道。